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易安尬世界。然后今天呢就是已经看到了，我们今天准备了非常刺鼻的柠檬汁。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今天要干什么，对吧？然后我来给大家就是说一下，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蒙眼喂食。蒙眼喂食，然后就是我们两两分组，两个人一队，然后有一个人要喂，就是蒙着眼睛喂食，然后另一个人呢就坐在凳子上吃柠檬，你知道？然后每个组吃三个柠檬，看谁的时间最多。这三个吗？这三个吗？对对。看谁的时间最多呢，就有惩罚。然后就是这个惩罚呢，待会儿再揭秘。啊，所以我们先分个组吧。再见。我跟你已经得分开了，一个红一个蓝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红色。对了，好耍帅的分。指头剪刀布。布。怎么样？哪个组第二？啊，我们组第二吧。你们组第二吧。啊，可以可以。OK OK。来，有请你们哪个人？哇哦！你要喂还吃？啊？你要喂还吃？喂。好 ，OK。我要吃安乐。你要吃安乐？他想吃。你要吃？他想吃。好，那我喂。你也想吃对吧？嗯。确定吗？好，吃。来，蒙上眼睛，蒙上眼睛。来，然后下意识让静静的坐在那儿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偏中心了，对对，这边是正中心，懂了吗？来，转。Ready go！ 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，五圈，停。对对对，开始摸柠檬，摸柠檬，摸。吃的人不能动啊！吃的人不能动。这个不行。不能讲话，不能讲话啊！No！ 嗯，爸，直接往外拔。我搞笑。你怎么能这么端过来了？真的？继续，赶紧，快，还有点。是。没有，这边，我看到你搭手。对，就脚下那个，哎呀！我要上去问道歉。我会玩。哇塞！我现在摸的是什么？休息一下吧。嗯啊，哇塞！还有一个，盘子里，盘子里。这是吃过的。哪呀？哇，你可以哦 ，OK， 我还是我不要选择吃的好酸，吃三个。多少时间？多久？啊，真的假的？一分二十五吗？那我们俩，我们第二组的来。这味道，好像棒棒糖。要不完蛋了？棒棒糖的味道吗？我吃的很好吃。你这可能比那个酸很多。开始了。啊？开始了。Ready go！ 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兜里藏的啊！哇，这个有点白端盘，有点可以。好了吗？哇！下面躲开你，吃过的，吃过的。它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。吃过的。没了，快，给一个，给一个。
快点，快点。啊！这动手术吗？动手术，病人。哎，动手术。怎么呢？还有一个。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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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。没了哎哎哎，吃完了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你别动，别动，洛哥，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，不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个，不要。还有几个？还有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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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。对。你别，你别。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你不能用手。对，他这是。你不能用手。不能用手。根本要死。你不能用手。他的脸。放心，我很温柔的，我不会那种直接往你脸上塞。你要相信我。你先找找嘴啊，你找你嘴。我很温柔的。吃完了。好了。多久？哦。耶。来，你吃。快点。啊，我感觉好惨，为什么？放心，我很温柔的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是粗暴的人。先检查口罩，这个吃过的不能再吃了。开始了吗？安检已过。Ready go！ 还有一杯，还有一点。哦，不能转圈。快我，再往前，在前面，在前面。要死我，人都找不到了。前面，在前面一点点。歪了。哦哦，这边，放心，我很温柔的，我不会那种直接往你脸上塞。这边，柠檬呢？没，这不是，有啊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放心，我很温柔的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这个吃过的，哪有柠檬啊？不能反抗，这是有的，这是有的。张嘴，这是有的。没有，有这个没有有有有有这有的有的有的，张嘴啊！最后一名了，最后一名了。吃好了吗？脱了，来吃，脱掉。放心，我很温柔的。吃好了吗？脱了，来吃，脱掉。结束了吗？说完了吗？放心，我很温柔的，我不会那种直接往你脸上塞。你要相信我。结束了吗？说完了吗？说好的不粗暴呢？张嘴，我帮你挤进去。好，结束了吗？还有一个。怎么还有一个呀？还有一个。给一个。这嘴呢？嘴呢？乖，吃完结束了，够好，结束了。这起码有2分钟了，2分30秒。你在逗我吗？你在逗我吗？你们呢？有两分钟吗？你们一分多少？我们1分20，他们25，我们30。我以为我们是最后一名。好，现在我们的结果出来了，所以我们最后一组就是要被气球炸了。然后我们每一个组扎一个气球，怎么样？我们先炸吗？他们不注意的时候。对，我们把惩罚难度改高一点，好吗？把这个气球对着自己的脸。不要，算了，就放不要吧，放手里。OK， 就放手里。然后我们每个组去扎一个。怎么每个组扎一个？就我们两个组扎你们一人一个。谁扎的呀？没事吧？谁扎的？谁扎的？谁扎的？来干啥？就是惩罚。这样该咋说？这样会？不会。
好了，在我们的鞭炮声中，我们的游戏就结束了，所以这期一样尬世界就尬到这了，下期再见。好吓人。